新加坡机场入面的新地标 Jewel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了，而入面的 Canopy Park 最近都开了很多新的游乐设施。如果大家好像我这样最后一天没什么做的话，不妨早点来到机场玩翻旧本才回港。不说那么多了，我们即刻入去看看有什么好玩。我現在身處的這個 Discovery Star 就提供了四本不同高度的滑梯給大家去玩的，而我即將試玩這個呢，個斜度是高達90度的，那所以都提供了這些安全措施給我們，戴了頭盔呢那就可以出發了。哇，我現在身處的這個 Bouncing Nest 呢，那全長有250米咁長的，最高點呢就離地有8米，那在這個這樣 Bouncing Nest 裡面它是沒有一個支架支撐的，所以你任何一個位置呢都可以跳到的，就好像我現在這樣。